然后也是艺术走入生活的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希望大家今天来到这里，相信一定会让你内心会有一种感动。中有时尚养这个地方，它很特别，它是一个商业空间，然后它是结合百货跟是人类的消费行为。 作为一个主轴，所以我希望说，当动物今天居住在人类非常薄弱的商场的时候，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。我利用橱窗的概念，很像我们有时候去逛夜市，还是一些地方，我们发现动物被关在玻璃里面，然后人类隔着玻璃下去看，这样的画面，我觉得会跟人类在无形之中，或者是一般消费者会产生一个互动的行为模式，我觉得蛮有趣的。 当他失去的时候，才懂得去珍惜，这是人不变的一个道理。透过犀牛，因为犀牛是一般人对于说保育意识会比较明显或清楚的一个符号，所以用犀牛才能做解释，就是在讲说，其实身边很多东西，它不是说一直都会存在的。